感谢总裁，你对我的栽培。嗯啊，一定会足精彩。吴家秀啊，你坏坏哦！再加纪念品当片啦。这段影片哦，你男女主角都是恁两个啊。开一个数字，我要即马解决。我敢有这么简单就帮恁刷？爱做好心理准备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炮啊声。厨房那边拢处理好势啊！这温泉会馆的头家替你准备的是特别暗灯，包括你出差所。房间的摄影机我嘛处理好啊，阴暗哦，一定会足精彩。平日酒量袂歹，那两七点嘛，我就感觉阿叔讲的。蔡如闹了，这是大代志，会影响到桂林家。这件代志一定爱 double check。我再三确认过你的所有检查报告，确定你头壳内底并无肿瘤。我给你订的那顶假发，麻烦你替我取消。你所有的健康报告已经出来了，真歹势，你的肿瘤是恶性。为什么偏偏是舌头？哪有哪有？虽然我不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代志，要不过我得回去责任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所以你是听到我跟假发店的人讲话，才跟踪我。啊，还佫有你的威胁检验师啊，替你传的假报告的代志哦，我哪有拢听到？你真正有够超过的，你就是迄利用志文的软心好人安尼，啊要骗伊甲你结婚哦。我袂当失去志文。叶丽美，你也来遮？哎呦，吴家秀啊，之前你的男朋友才为着你的代志，甲我磕头下跪回死嘞呢。啊，你这一外头就甲恁头家？哎呦，你坏坏哦！原来找我买代志是你做，想都没做这种代志。你直接甲我讲，你想要开什么条件？我要好好利用这件代志来接我哩，看安怎我才袂吃亏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